来来来，王老师带你去改改。现在我们从大学城的路口进入，右手边你会看到 Aeon Just Go， 然后左手边一排电物，你就会看到 Maybank CIMB Bank。再向前走的右手边的路口是去布莱伍达莫龙环镇，再向前走左手边看到 Shell 油站，转进去你就会来到这个巴沙和巴士总站。好了，我们向前走，左边就看到 Bomber 救火局，再向前走呢就是 Clinic Sehatan，就是政府的诊所，你看很多车排队，是不是都是去看医生的 ？OK， 好，再向前走，我们会来到这个过了一个桥，就会看到左手边有很大间的印度庙，然后它的对面呢是 Sport Club， 我现在在改行着啊。那么再向前走不远处呢，我们就会来到这个咖啡店了。这是 Daman University 大学城，以前有很多大学的学生都住在这里，不过现在他们都住在宿舍了 ，OK。好，在不远处呢，我们就要转右手边，就来到这咖啡店啦。这里是早市，非常热闹的。这三间咖啡店，大学研发大云顶，就在我的右手边。好啦，大空来这里喝茶啦，拜拜！记得 follow 黄老师的面子书哦。